姚思榮，我哋睇到最近嘅畫面咧，就唔係淨係講警方用武力驅趕示威人士，我哋睇到休班警員咧都俾一啲暴民咧去打到暈喺度，打到暈喺度，打到暈喺度，打到暈喺度。其中一個便衣同示威者一齊跌喺地，有人乘機出拳打佢，跟住佢就應聲倒地，哎呀暈咗。大家梗係上前救佢啦，但神奇嘅事就發生啦。啲情況嚟講咧，我覺得係講緊暴力問題。我暫時係講暴力，就唔能夠講話咩警方咩行動過分武力。我覺得咧應該係集中研究喺雙方面喺使用呢個武力嘅同時，出現一啲不合法嘅行為，我再討論。所以我個人覺得咧，應該係揾個適當時間攞曬有關嘅資料，然後我再出討論嘅。好，劉興如。